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秋皇的歌《风云再起》。没错，不是加强版啊，那这个版本的老卢有多疯狂？好的战士强开 BC， 直接暴走。有 Max 唯一次进去，还有爆炸耳环。好的，两段伤害跟过去。好的，唯一次进去，漂亮。相信大家看得出来，这场比赛是无规则啊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发无规则了，对吧？而且肖申权 vs 小小，对吧？大家可以期待一手哟。一手看一下老卢，有直接 CD。跳他对空直接被跳 CD 直接破掉，贴脸再暴走，但是想起跳，不好意思，直接坠机啊，还想起飞。来看下一回合，来看肖申权这边也是老卢，双方都是老卢，对吧？可以裸杀，可以 CD， 只要你赢，用什么方式都可以，只要不是真人怪打，对吧？这边大抓跟上，但是没带走，老卢还是肉的，要换一般角色应该是直接死了啊。好的，两个 C 头再抓，你再抓一个我就信你。好的，高跳重腿一波逆向下 A 三点，哇，这下小小要反杀了，开始大抓，哎呦 ，Max 大抓没跟上，好家伙，可能是怪我了啊，我多嘴了是吧？行，这下其实接大抓可以理解，对吧？你要接两边搬运是带不走的，大抓伤害够，但是大抓呢，比较难，对吧？需要一点木压，让他想躲，被一劈躲一劈躲开，下 A 三点开始 BC。大招跟上，哎，你看这普通角色一套足以带走，对吧？不用接 Max 抽杀也可以，比分1-0。那看下一局，又是这么爽，对吧？这小小对决无规则，而且上老卢，而且是风云再起，就是一个字爽，哎！再次暴走，点呐！哟，这下跳 A 没跟上无所谓，好的前冲后跳骗出日劈抽杀，可以的。这暴走角色的速度好，下招想，哎，这敢出跳地以后落地直接裸 AD 又折中旋转火花，你跟我啊死吧！哇，这都不死，可以。哎呀，轻描淡写一个爆炸耳环，很气。要是我龙，那不好意思，全是节目效果啊。但是小小呢，感觉还是有身为高手的尊严，对吧？哎呦，超杀对攻没成，没关系，再来。这就是老卢特别无赖的地方啊，他的超杀特别变态啊，无论是判定还是前摇后摇都是非常优秀的。但这边一劈裸 AD 躲开二劈裁剪者，哎呀，但这边还想贪木压抢一套带走没连上，可惜了。其实刚才再秀一波隐藏就帅了，对吧？再说伤害可能没有威兹金具加上爆炸耳环高。哎，下这边双方老卢内战，哎呀，哎呦，这手跳 B 想逆向直接被一劈裸 AD 躲开，受逆则老肖防得很稳，前冲偷下盘。凯撒波打乱洞，漂亮！这时候裸爆 BC， 小小就告诉你了，我就是凯撒波，就是轰你，你敢跳我就裸你。但这边老肖防住以后却反你，好裸 AB 逮到，好家伙，这小小这个计策太明显了，别说老肖了，连我都看出来了，对吧？这时候裸爆 BC， 然后一平原点，各种凯撒波，那摆明了不想让对手跳啊。那老肖表示我可以不跳啊，但是你得保证你别过来，别怕。小小到底是没忍住啊，还是选择了裸 AB， 好抽杀裸动无限连，漂亮！哎，选择新加番呢，就是选择一种可能性，对吧？虽然说他的判定是普通人的，但是他的连招可以说是 BOSS 级的，对吧？无限连嘛。来看一下这边肖申权，双方都是新加番。哟，跳 C， 好的霸气脚又被血反，这个霸气脚啊，天哪，心脏骤停啊！翻一卡针，升龙超杀。你给我起飞吧！看一下比分2-0，小小这边能否拒绝剃头？虽然说无规则，尤其是这种带老卢的无规则，被剃头是比较常见的吧，起码。但是小小的尊严估计不允许。哎，龙二估计要开始了。哦呦，我就知道开始这个滑刀子，但是哎，一劈霸气脚躲开，但是也无所谓，对吧？都一样，滑刀子。哎呦，一劈战 C 霸气脚，可惜的这个战 C 没确认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小小不会再给你机会了。来起身再滑刀子，刀子，这个滑刀子，兄弟们，别说金加班了，连卢卡尔都是一点脾气没有，对吧？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啊，这个伤害非常低啊，所以说你在原版基本就是用来加对手起身，对吧？对手剩一丝血时候用的，不可能像原版，不可能像风云再起这样，对吧？无限用。哎，老罗跳 B 影响，可惜没压准。好的，下不下 A 还是找到节奏。小小这边的龙儿就在那一蹲，被我找到机会关进板边，不好意思，游戏结束。抽鞭子。我们看一下老肖这边的老卢，对吧？如何破解？
啊，据我所知是没有任何破解方式的。哎呀，彻底疯狂！起身怎么走？哎，原地只是高跳 CD， 知道你想跳，哎，没办法，分不开，绑定啦。男子，来看下一回合。小小表示，这是你逼我的啊，这是你逼我的，对吧？大庭广众之下要剃我头，哎，可以的，老肖直接放弃了，这确实没办法了啊。最后一个莲娜，你抱不抱走呢？你不抱走，一点威力没有；你抱走，那就是死得更快呀、啊，对吧？来看一下比分二比一，来看一下这局怎么讲。这小小这个气也泄完了，选择首发八神，可以的。好的，扇 C 投中，哦哟，这手暴走的无敌针躲开了二 P 的扇 C， 元武 C 的攻击判定比较晚，比较慢。刚才如果是近 C 的话，一 P 这个暴走应该会直接被确认。好的，哦哟，但这个涡旋发射穿插没跟上，没关系，前走后跳 C 速中啊，给你一种我要去近身责你下盘或者抢普通头的感觉，实际上呢，哎，去打你乱动，哎，去直接裸赛裸，你看看这老卢，不跟你讲道理的啊，有什么道理可讲，对吧？这就是好比职场或者说官场啊，你要讲人情世故，前提是你跟对手的这个身份地位不要相差太大，对吧？你如果是个刚入职的，对手是老总，那你就什么人情世故都没用，对吧？人家根本不会搭理你。看一下这边，哎呀，这手反扑直接被揍，跳臂带入，能否一套带走？好的 ，Mix 大招看伤害，兄弟们，爽！要知道这是老卢啊，要换一个人，这一管半血都带走了，对吧？来看小小这边最后一个手底金加凡金馆长，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奇迹？你向下不下尝试的掏一下。一跳进攻，好，哎呀，这下放身想点对手，反而被一批下一抢断，没办法哟，车杀没连上，有机会吗？跳 B 逆向防得很稳 ，C 头抢过，跳 C 地虚晃，站 C 抢开 PC， 好，等对手乱动，漂亮，这手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哟，没关系，这边又是找了一波逆向机会，节奏到手，这波应该是一套带走，哎呀，起飞，漂亮，这小小这下真是有惊无险啊，有惊无险，只不过这个惊有点太大了啊。给我吓得我心脏都漏掉一拍，看一下这边双方进加翻内战，小小有没有机会？其实是有的，哟，那就没了。小小上头了啊，带走啊！大家关注我们，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